有穿啊。但之前要出席时尚活动，里面没穿，好身材直接炸出诚意满分。胸贴里面有穿，对我来讲小有穿啊。通常人会直接连胸贴都不贴，是不是？有穿正常的内衣了。最近流行里面不穿，真的吗？哦，我没有在跟他哎，要讲也是我先的吧，不然你看 IG， 大概就是女明星先的吧。我反而对于露下半身比较没有什么安全感，可能我下半身也比较肉，但我对于上半身就是露比较多肌肤，其实很就真的觉得没什么，就很自在。不知道，我觉得我自觉蛮凉的，没什么压力。刚刚有提到恋爱感，现在跟先生还是都恋爱感很满吗？现在哦。还是有，就是因为他现在就是常常要被就是隔离嘛，因为他在大陆，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要送温情吧。会对你坦说他就隔离，他好无聊哦，或者好烦。一开始会，然后我都觉得很正常，就很多无奈嘛，工作没有办法做，对。可是后来我就觉得他趋近一个品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。然后我后来想想好像很合理，因为他要让自己冷静下来嘛。不要一直去挣扎，就是要配合，对，配合这个特殊的防疫时期，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是配合跟他一起拼一点，不要太过热情，也不要找架吵，这样不要反大。会刷一排爱心吗？太刺激了，我觉得。要不然，因为我平常是个性比较浓烈的人，我讲什么都很直接，但我现在觉得他需要的关心是比较温和一点、温暖一点的那种感觉。而日前陈意如抱孩子的照片被解读暗示又有好事即将发生，悄悄也终于松口啦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其实是有规划的，但真的是我们连婚礼都没办成，因为疫情的关系。但就是虽然这是老话，但我还是觉得安全最重要。会规划啦，对，长辈们也不用担心，只是我们会在安全的情况下才会去真的做出那个计划。看来真的离好事不远了。